呦哎呦，这是谁引起机场暴动？粉丝们尖叫欢迎的就是我们的周周许魏洲啦。看到这么多粉丝来接机，许魏洲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飞机有点晚了，很抱歉，来晚了，相见恨晚。”至于大家最关心的公开表演，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，敬请期待。看到这么大阵仗的人欢迎他抵台，相信这么冷的天气，周周的心应该是暖暖的啦。